啊，一个活动单位呢，其实就是选举啦，啊，他需要在造势场合哈，做一个可以 take 的 live 直播，那器材费用又没有办法太多预算，那么他刚好是要架在舞台哈，是要那个拍观众的方向，还有那个造势场合的背景。它总共有两颗，一颗是拍舞台，一颗是舞台往观众拍，所以我们给它规划一个这个可以锁在那个 truss 上面的一个装备哈，让它能够很轻易的哈获得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它的时间呢，可以工作十个钟头没有问题。那 WiFi 的部分呢，可以用实体网络，那也可以用 WiFi。那 WiFi 记得就是密码不要给人家，就它专属专用，基本上可以撑很久。那客人的特殊要求是1080，好，1080目前就只有这个方案哈，我们也找不到别的方案可以解决，好，1080目前就这个方案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1080直播方案 ，Mimo Plus 搭配了外挂的一些装备，好，谢谢大家。